老师第六题，请准备，加油。没错，十年无罪，十年万岁。好，来可以十年万岁，黄老师五位可以选一位，我选择阿火老师，阿火老师耶。那我们两位进水这边，好来来，哎，若凡不要客气哦，上去太客气了，羽凡也直接冲了，羽凡体。我想要上去了，这。来，听这三位唱好吧，来，给歌词一遍，有没有总主意？下一个天亮是郭靖的歌，是是，他的副歌，大概是这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歌词。哎呦，因为他下一个无知单纯到让人有一种心痛的感受。哎呦，你看，等下一个天亮，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这根本就是有点变态嘛，不是，这小甜蜜好不好？什么变态？看到钟倩，我必须申诉一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知道唱歌咬字还是真的很重要？怎么说？对，我们完全听不出来他们哦，因为他们是心虚，对，因为他们不确定歌词啊。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辨别他到底答对答错。咬字很重要，但是自从地球上出了周杰伦以后，对，夜深你的歌变成我说话，你们慢慢长大的有三段，快说说你歌，谁说咬字重要？我喜欢是发型才重要，不要这样评审，不可以。好，咬字就是始作俑者，就是钟倩，就他，没那不重要了。